这个吴老伯家了。是吧？哎呀，吴伯，我已经做了核酸了啊！我上次来是1月份哈，哦，这半年又过去了，时间好快哈，好快好快。哎，吴老师，从汕头回来的吧？我昨天下午就过来了，就哎呀，我路上耽搁了一下，耽搁一下。我还以为你是昨天就到南岸了。嗯，刚刚到，刚刚到，路上就有点耽误了。好了，半年，差不多了。欢迎。哎呦，哇，终于看到现场了。这是今天要烘焙的吗？对，这个是通天香。啊，这是通天香。啊，下面这个就是蔗南香的这个。我开了500多公里，就想见识一下，见识一下我们这个手工烘焙的技艺。如果是要做这个单丛的，单丛做的就要这样，单丛是要这样的手法，对，放到明天，放到明天才可以炒。真的不容易，我能赶上最后这一波的烘焙了。现在销售怎么样？一般般。对，一般般。吴老伯，这次过来我想考虑一下哈，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用的这个群嘛，可能人数比较少，所以它就是比较销售不是太快，所以我再想想把这个茶叶放到我自己新花优选，我不有个新花优选的账号吗？对，把那个茶叶放到我那个账号上，我们一起卖，不加价，一个价就一个价，是吧？就是迅速的。快速的把我们这个村茶销售出去就完事了，今年就没事了，这完成任务，该出去玩了，再出去带孩子就行了。这个是咱们叫做什么？这个树叫相思树啊，相思树的木炭。这个木炭就是相思树做烧制的啊，你看它比较硬啊，比较硬，对，相思树啊。第一个就是它跟我们在市场买市场买的时候不一样。它这个木炭如果它烧好的时候，要烘焙的时候，这个火炭的温度可以保持7天7夜，一直是那个温度。对，所以这样稳定的温度烘焙出来的茶，就是比较这个品质是比较稳定的，不过关的。它都是保持一个温度在烘焙。如果这还是你做的？对呀。你这勤持家的能手。你做完了是大块，后来我们再敲成小块。对，如果你来晚了那就没有了。是的，我今天紧着开车呢。要前一阵子我家里人过来了，所以一直陪着他们。对，你今天过来的时候还是运气好，刚才来的中间就没雨了。是。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说我这段时间从你摘茶，然后烘晒青，然后又烘焙，这个整个过程我要拍一下。时间不巧，我女儿过来了。哦，蛮好啊。女儿从北方过来，对，就陪她一段时间。这个大的要挑掉。对，这个好明显的，就是这个。这通天香，通天香哈，比较甜一点。对，是的，滑，对。那这个红茶也是一样，你做出来那口感很好，那比较甜。都均匀的给它铺开。对。说吴老伯做事太认真了，刚刚我在开车的路上说，那个花姐，你要是过来的晚呢，我可不等你了，因为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啊。不赶紧，咱没办法。所以有快马加鞭在高速上一路飙车，终于能看到这个烘焙的过程了。放进这个烘干的炉子。用草烧出来的草木灰啊，烧草。木炭上面铺一层草木灰，控制这个温度嘛。
嗯，不然呢，这个太热了，下去这些茶叶都烧掉了，也烧掉了。盖厚一点，然后温度，萧萧下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草木再拨开一点，再拨开一点，嗯，会慢慢的。这草木灰盖的时候还要均匀，均匀，对对，要均匀，要不有的地方热的时候，这个木炭就比较快的白，就会被它这个烧掉了。哦，它均匀，鼻子闻到它里面没有氨气，氨气，对，上面杂味啊，才可以下这个茶叶。嗯，比如说杂味啊，有氨气啊，这些还不，这个茶叶还不能换上去。哦，那个吴伯看看，给我看一下，今年的茶。哦，来，今年都是纯茶啊，不是纯茶我不要卖出去。对，你一年只收一季纯茶啊？不是纯茶，这都是什么？这是啊，鸭屎香，这个都是鸭屎香，这几个都是鸭屎香，然后是鸭屎香呢？白叶，纯茶白叶，嗯，四间孩子都有。所以我今年的纯茶我尽力最快的速度帮你把它销出去。啊，单丛，这个白叶单丛啊，白叶单丛，这个也鸭屎香有，通天香也有，都，这个白叶茶嘛，白叶啊，嗯，是了，对，这个订的，这个都是订的啊，有人订的就写在这里啊，都是老顾客，老顾客啊，我帮他烧那个木炭，你看都出汗，是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吹空调嘛。这都说一定要留下来吃饭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吴伯好像还能喝点酒呢，吴老师你能喝点酒吗？我的量很少。然后我带了一箱我自己的酒，然后等一下我给你扔下一箱，我带车里。不用，你不收也得收，我也得扔下，有是你有的，你要不老是喝你的茶，我们不公平。吴老伯现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袋子，认真地告诉我，这个才是宋茶，宋总。真正的宋茶。真正的宋茶，其实在南澳岛太少太少了。所以吴老伯今天特意给我泡一杯，尝一尝。真正的宋茶，这是曾经皇帝喝的啊，而且他这个茶是草本科的，对，草本科的。经常我们知道这个茶是木本科的，这是草本。草本真的是，这个喝这个咳嗽啊，啊这个清胃啊，清肺，清肺很好，啊、润肺，润肺清肺。要做的要摘这个起来做。啊。这一波是鸭屎香，这个要拿起来。哦，留个洞的话是需要透气、通气的、透气的。对对对对。24小时。对对对，在这里管着它。所以24小时就不离人的，对对对，都得看住。今天就不客气了哈，今天就在家里吃饭了。我客气就对了。哎，真不客气喽。那吴老伯准备了好菜，那我也准备点好酒。我的萨漏子，我的品牌的酒哈，现在很快上市了啊，朋友们好多着急的哈，别着急啊，很快还有十来天就上市了啊。但是我这个萨漏子也可以照喝。有，看，只背了一箱。吴老伯和吴老师太客气了，客气到你就觉得有点不知所措，所以必须得把这个吴老伯这个好茶帮他推广出去，然后我也能赚了一个口粮茶，是吧？以后我的这个口粮茶都是通天香了。幸不幸福？哎，还有木耳，车里还有木耳，这我的木耳带上。哎，
那个吴老伯，我带了一箱酒过来啊，你不能说老是喝着你的茶，喝点我的酒。哎呀，用酒换茶，哎。以后这个酒管够啊。哦。好。这是酱香，完了你那是通天香，通香，这是茅台镇的酒，酱香，这是十年的。哦，哇，算得这么好。咱们我一个人喝二两的酒。好。好。胡老师说你年轻的时候能喝一斤。对对对，反正。天哪。一斤多。哈哈哈哈哈。想不到吴老伯好茶还好酒。对，哎呦，哎，哦，我半杯，然后你跟吴老师一人一杯。好，我一杯。好。啊，这个我自己钓自己吃。啊，这是我们南澳岛这个国老山水库里面的野生的这个鲫鱼。来来来，哎，感谢感谢啊。吃着饭，然后旁边吴老伯还要照看一下他的茶叶啊，这个草木灰重新铺一下哈。要那个太低了，这挡不掉。嗯，闻着茶香，喝着酱香。然后还跟这个吴老师跟我科普我这个南澳的这个特产，哇，这个鱼胶类很多，种类很多。如果要认识这个赤嘴鲤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它就是里面有一个这个刺，有一个有这一个。哦，如果没有侧嘴抿的时候就没有这啊，就是带小刺儿的，对，带个小刺。这个侧嘴抿在我们本港来说的时候，差不多排在第二好的鱼胶，哦，第二，第一就是金钱饼。对对，这个我都懂了，你看我也是半个南澳通了。吴老伯年轻的时候可以喝一斤，其实你现在也能喝一斤，只是搂着了。现在老了不敢喝的太多啊，但是喝的可以。天哪，这回遇着对手了。我紧张，你看我们我这一东北人跟潮汕人这混的。